不好？好。我来试试看，没关系，没关系的。好，正说的时候，这个时候大东进来了。大东先走过去，女儿吗？是我生的，当然信得过啊。闭眼都不笑的，你太太终于签了字，方顺上来。让我来住这个剧团，其实也就像说是一个带病友的一个团体。怎么样子运用这个团体，让病友能够站起来、健康起来，让他的人生有个方向，晓得怎么样去朝那个方向走。当初的设计是这样子。这个团体很特别，因为里面很多的演员都是病友，其中。大家看到有两位是我以前治疗病友，像幸慧啊、雅敏啊，他都是我们的病友。他很特别，因为病人在抗癌这个路程当中有非常多的心酸，也就是因为这样的团体带领陪伴，所以他走出来这样的阴影，甚至又愿意站在人的前面，各个病友前面来服侍他们，来把他们的一些爱、他们一些他希望表达的一些付出，都在台前来表现。这是不简单的，因为我想真的是经历这样的过程才知道怎么去帮助需要的人。这时候你根本就忘，你哪会想过，你看我们在一起像生病的人吗？根本不会。而且 你这样走出来，你也因为你在家就会总觉得很忧郁，黏黏黏的，也比较不顺便。那你出来比较会知道你自然那种心情上，这个绝对是癌细胞会怕的，对，真的，癌细胞绝对会怕的。我们这里面很多都是四期末、三期末、四期末的，可是每个人你都看不出来，而且每个人都很快乐。